我们先来个普通就好，简单太简单了，我们就先从普通开始。在开始之前，我怎么破音啊？在开始之前，你可以选择一项被动技能和一项主动技能。要解锁新技能，下楼即可。好，都没开，很好，不错。阿罗安，小月安，小月哭什么哭 ？Creeper 安安生存。我来这个镇出几天差？既然是一次短暂的旅行。为何不用什么特别的方式来过这几天呢？您的钥匙，按照您的要求，为您准备了最好的套房，不全视野绝佳，还配备了最新的生物防御系统。然后原来重点是这个生物防御系统，所以这就主角没有被生化危机弄到的关系吗？得到了。得到了，得到了，救命！得到了，救命！等一下，救命！走开，得到了，走开！没有地方放啦。你最好在事情变坏之前，总要先往好地方发展。我想，我只是不知道情况有多糟糕。再啃，拜拜。阿月喇叭爆了。各位来宾，请不要离开你的房间。不不不不，棒！咻咻咻咻咻咻，棒棒棒棒棒，咻棒！啊！外面正在发生一些可怕的事情。尖叫停止后，我只听到很满足的吼叫声跟肉体被撕裂的声音。然后 ，Chemical 暗暗啊！哎，阿基阿基你在哦，我还以为你在睡觉。哦，主角饿了，最后还是跑到外面去了，那简直是地狱。但我情愿被变种怪物杀死，也不愿意慢慢饿死。我还是抱有希望，我能离开这儿。干！吓我一跳，我想说开场就遇到僵尸是怎样？什么是行动？我们可以用系统升级，这是主角的脸怎么长得这个样子？有些备放可以带回家中制作。你的日记是空的，你赤手空拳。我们现在可以做什么？可以做一个管子来用欸。那个有暂停吗？我先看能不能做个武器来用好了。我们要现在要下楼，所以我们需要一点武器。我有拖把跟管子。啊，什么都没有。好，好，很好。哈哈，我什么都没有，好，应该都不能做。这里是关卡一。所以我们还是只能赤手空拳的。我们来现在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哦，这就是工作台。这电梯睡觉。我们现在是满的，有没有系统设定？始终显示好了。把它打开。所以这是我的家，然后我能睡觉跟做东西。好，我现在了无生趣，不是了无生趣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异常的顺，居然异常的顺，我还以为异常的那个。我现在不能用电梯，我需要找到钥匙卡，但是我可以走楼梯往下。我明白了，我可以往，这是99楼，我可以往左右，电梯坏了。我没有零用钱，所以我不可以用贩卖机。我们往左这间看看。Open！ 哦，一开始不会那么的。我拿到刀子，什么都没有。好，我拿到一把刀子，先装刀子。哎，我有刀子了！莎莎，我有刀子，我超神！我要去这间，我有刀子。啊，莎莎！啊，什么都没有。胶水、废料。一本书 ，VIP 卡，我拿到 VIP 卡欸。那我可以坐电梯吗？那我现在拿到 VIP 卡可以干嘛？坐啊，我下去再坐电梯上来啊，我先往下探索。
好，上去看看好了，我还是看那个电梯我可以坐到哪里去。还不是一样 ,90-99。我可以坐到989796、欸、我还是走楼梯好了。我的声音好立体。Give me call, 吃果酱 ,open,open, 地上有东西。新讯息给兄弟。你是个很酷的家伙，约吗？我在93楼，怕你忘了。所以他意思是93楼有怪物咯。变成僵尸还是什么之类的兄弟，是这个意思吗？算了，不理他，反正离93楼还很久。我们先来左边，这100大楼呢，超级100大楼。林林安安，哎、欸，我看到一个柜子，什么都没有，去隔壁间。啊，柜子，我拿到抗生素糖，哎、欸，又有一把刀。柠檬过期句子，我要当二刀流。不行啊，不能当二刀流。过期橘子会恢复你的饥饿值，跟可是有 50% 的几率中毒。糖跟抗生素都可以直接吃。好，那就往下了。有地有约少啰嗦，一看就知道是罐头简讯，说什么正面好寂寞。约坡 ，come on 约坡。他说他在93嘛，所以应该是只有93才有怪。我们安心的到处探险一下。哎、欸，他给我钱嘞，破布、急救箱。应该没有什么，瀑布应该 不用装什么吧？有没有什么装备的？我刀的伤害是什么？2-5，说吧，好像挺威的。不然先这样，好，我们去96。哦哦，有攻击，有敌人。哦。这啥回？我要用要害攻击哦！我决定要攻击他的哪里？头部只有 50%， 但是很痛。手有 90%， 身体有 80%。我想直接猫他头、欸，哎！哦 ，miss， 阿根！哎，意外之中的不痛。阿根，他小多了，他有20滴血啊！我要戳他。戳他头吗？戳，干戳不到，干戳不到，到底戳不到，我就不信一直戳不到，妈的气死我！哎，戳到戳到，好，我们打身体就好啦，以防万一啊！不要，我要再戳头，我要勇往直前，这最好是50%啦，酒鬼18酒鬼，什么都没有，白费我的力气。啊，有血滴，血迹斑斑。哦，我好痛哦！怎么会这么痛？打一只小弱鸡就已经花了3滴血了。啊，又有小弱鸡！走开啦，小弱鸡！哪有我小弱鸡？哦，暴击！让我来个二连爆 ，miss， 戳你老母！杰森安，戳你脑母！他剩一滴耶，所以我们用90%就好了。干90%还没中啊！干！什么？拿到鸡蛋？为什么打这种僵尸会孵出鸡蛋来？这是什么巫术？好，我要继续往下吗？我觉得还可以再下去几层。40-50是什么？这是什么？不知道。要经验值吗？小弱鸡也太壮，还叫弱鸡吗？
哇哦哇哦哇哦！修理我们需要电疗、电缆。我们有没有电缆？啊，我们没有电缆欸，所以我们要找到电缆。好黑哦，下面都没电缆，给我电缆。什么金属废料？又是金属废料，什么都没有，我们就去往下吧。我觉得我找到电缆再开这个好了。左边啊，咪妈咪啊，这里哪来那么多怪物啊？为什么戳不到你？头那么大颗在前面，我觉得我一戳就会戳到你的头啦，为什么不让我戳头？还有两二点多滴哦，我们用普通攻击就好。是啊，还 OK。我拿到棒子了，二至三，棒子好像可以做点东西，是不是？啊，还少木剑，是不是可以拆东西？九二血手印呢？墙上有一个手印，威尔森，威尔森在墙上啊！威尔森被射到墙上去啦！救命，威尔森，什么都没有。拜头中间的饼干补血，我没有血，我没有投币啦。啊，对哦，哎对，93约炮区要到了，再一层楼就到约炮区了。我们来补个血。我们吃抗生素是不是可以合东西啊？我是不是不要乱用？对，可以合欸。那什么可以直接吃？算了，勇往直前，我们去约炮咯。约炮咯！我没有零用钱。你在哪一间餐？你在哪一间房间等我啊？斯盖安啊？是左楼左边吗？还是右边呢？好兄弟，我来了，我先去看看左边的好兄弟。好哦。好多好多船锚面粉呢，那看起来好像我被爆头。好，右边右边右边，我们去右边看看好兄弟。好兄弟，哎、欸、，Mandra Mandra Gura， 很遗憾你错过了所有的精彩，干跑了，轰趴不见了，他们的轰趴没了，我来不及参加他们的轰趴。哦，我想要轰趴，我快饿死了，救命！我觉得非常的饿，饿饿得。往下吧，竟然没……哦哦，僵尸，僵尸！哎，我把我刀拿出来。哦，他也拿刀哎、欸。他血有好多，他血好多，不对，他血好多。打身体好了，伤害没有差太多。干打身体还没中啊、哦？哎，不见了。他戳我一下之后不见了。人家喝完了，我太慢去了，他们去另外一趟。哦，我好难过。下一场在哪里？我要等着接上锁了。我要等着接行动，接那个电话。我快饿死了欸，我是有办法烹饪啊，可是厨房，我现在要厨房要用砖，我没有要用厨房。我知啊，我可以做这个。我们需要牛奶跟巧克力，做成巧克力牛奶昔。我该不要上去才能做吧？啊，有有，做出奶昔来了，我们喝奶昔，好喝，奶昔好好喝。我是升级了，哦，我升级了，等级三，嗯，可以加点能力。我现在拿厨刀，那我只能加厨刀技能啊，厨刀需要速度，有没有加命中的啊？哎、欸，命中是准度这里。我觉得先下命中好了，命中跟速度这样子，时间不能开。有九通吗？哦，又是那只僵尸，这只僵尸怎么一直出现？
好在现在我有点命中，好像没有很高欸，戳他，他往左边跑了，妈的追，跑屁跑哦，看他血怎么又满了，跑屁跑，看88还没中，跑屁跑，干戳不到，我跑掉了，戳了两刀就跑掉了，我该不会出来又要跟他打吧？不见了，另外一间呢？没有人。哦，我拿到匕首了，新武器耶，3D7，这个比较强。我可以双手持了，我有双手武器了。好，那我们继续前进。都是男的，我去，变成约炮他作战了。Hello， 又是维修区呢。发电机，我哪有发电机啊？都说一些我用不到的东西耶。不是用不到的东西啊，说一些我没有的东西。啊、哦，血迹斑斑。我拿到照片的碎片。野蛮屠杀了5条人命，其中包含一个儿童。警方认为此案是连续杀手所为。且和两个月前发生的另一起案件相关，当起案件使用的是类似于谋杀工具的自制凶器。由于本案缺乏清晰的作案逻辑和动机，使得侦查工作变得错综复杂。多数专家一致认为，本案凶手患有精神疾病，是不是那一种啊？僵尸的报道，不管了。没有发电机啊，我们只能往下走，能不能回去啊？啊，我要走回去哦。又是你啊，他怎么一直出现啊？好烦哦，戳他手。啊！戳他手。啊！戳你手，不要跑哦！我要一直戳你手，戳到你不要跑。戳到你跑不动，戳到你叫不醒，戳到你啊干跑了，妈妈，哎不见了，怎么会不见了？ When it all started, 哎鱼哦， well, you know, 我以为是武器耶，原来是鱼。Maybe I was lucky not to see what they would become. 啊都不能做了，我好饿哦，我又饿又渴，怎么办？ Glass brought down the billboard in shock.We saw how it was shaking on torn loops before collapsing. 有个医疗包，那我们就吃医疗包啊。As if time turned. 可是我还是好饿哦。It came down just one step away from me, and I was the only one who survived. 今天没有跑团啊，不会太强跑团了。那约炮人太麻烦。什么都没有，钱，我们要钱的。胶水，哎，怎么又是、怎么又是你们啊？暴击一波啊！打不到，暴击一波啦！暴击一波，戳手手一波，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我要戳死你，戳死你！再一下，再一下，再一下！耶！你这个约炮人死了哈，约炮人！干约炮人，是不是有电话？哦，不是，那是外面的声音。房间的壁纸也太可爱。啊干，怎么有一只啊干？啊，好不容易打死约炮人，现在要跑一个是什么僵尸？怎么戳不到啊？主角有没有这么弱啊？啊，戳死你！我拿到宠物食品，我从这个怪物身上拿到宠物食品了，哇，补蛮多的，马上来吃我们的宠物食品。另外一边，看怎么又是约炮人，两只是不是两只约炮人？等一下，这有两只约炮人啊，撤退，我要怎么办？
两只约炮人打不赢啊。什么都没有，给我点东西吧，救命哦，快死光光了啦。我可以做这个嘞，锤子，但是我没有点力量，所以我不想要做锤子。有人呢，有人呢，是人呢，去拿东西。你好，他需要巧克力馅饼，就会给我子弹，我没有这种东西，你就在这里慢慢等死吧。我哪有什么巧克力馅饼的？谁没事身上会带巧克力馅饼的？冰棒哦，你在这里孤独终老吧，再见。啊，又是月爆人！他是 2.5D 吗？他怎么快死了？约炮人啊，干90%还没中，命中率到底有多低？还没升级，99面粉，我快死了欸，我又快死了，有没有补血的？可以啊，也可以做补血的。做止痛药啊，出枪的感觉。好像神奇宝贝交换。又要修理了啦。发电机我拿到什么发电机啊？我要怎么找到发电机啊？密码日记本。我怎么看？没办法看。就说我也挺多金属废料的，感觉可以做点什么事。就算啊、哦、有怪，就算有巧克力陷阱，我要自己吃。干，我要戳死他！跑什么跑？区区一只头比较大一点的交通警察，怕他你？怕你你？怕你你？什么都没有。鱼，小型医疗包，我们有医疗包了。会不会上去其实可以睡觉啊？算了，我要勇往直前。补了两包。下楼，84楼有个盆栽，盆栽上面有个太棒了。你喊太棒干嘛？盆栽有什么东西？看不出来。盆栽有太棒了，盆栽被我弄倒了。是好的电梯吗？啊，坏了。跟柠檬，我是要早点上去啊。他说上面的坏了，完全不能修欸。当代的秘密，他们让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适时抗击此暴虐罪行，但我们不能让更多无辜的人因此丧生，包含我们亲人和朋友。恐怖组织的对抗消息，可是我这样是不是来不及上去啦？啊、哦，又是你，安德鲁，我要叫你安德鲁。材料了，你来了，干我要打这个安德鲁，去死吧，安德鲁！我不要瞄准了，我要痛殴安德鲁，安德鲁，安德鲁 ，miss， 安德鲁 ，KO。对啊，御饭团，我就是因为觉得这游戏不错，所以我就很想玩这个。我们拿到电池跟米饭了。干僵尸！干僵尸！互戳互戳，你也戳戳，我也戳戳。想跑不要跑，不要跑。他剩 0.1 啊，再干跑了 0.1。妈出来哦！干跑去哪里哦？留血手印。安德鲁不是安德鲁，约炮人，约炮人出来哦！我是不是要走上去啊？我上去能干嘛？上面有床可以睡，
可是睡觉好像也不能加点什么东西啊。哦，这可以做啦，发电机可以做啦，电缆可以做啦，机车靠。我还可以做个刀片出来嘞，线我也可以做出来啊。啊，原来是这样，来不及了，我们要上西天了。我肚子饿了，我要吃东西，我要做东西，救命！有什么可以做的？我都做不出来，我的等级不够。妈妈咪呀，医药包啊，化学制品，编的啊，我只要有足够的金属废料就可以都做出来了。说，那先吃个鸡蛋解解饥，然后再吃什么？鱼哦，把鱼吃掉啦，饿死了，吃鱼。这样这样，是不是刚刚那只？不是哎、欸，饭团 ID 不是这个、哦，哎 跑掉了，就当我一时不察，说该就是你，我要报仇，啊、哦、好痛哦，我要报仇，最好那么容易致命一击，再一下，再给我来一下，Oh yeah，这是什么密钥卡记录器？是什么？可以拆吗？有，我有密钥卡记录器。我剩下29滴。哦，安德鲁，不是，这不是安德鲁，这约炮人。约炮人，额外回合，这么开心。约炮人失败，约炮人不要跑，约炮人不要跑，约炮人干 我讨厌约炮人啊，快输了都会跑。你看我脸上已经都是血，我决定我要上去了，我要回家。我希望我能回家，我要勇往直冲20楼，哎，是怎样？我听见应该没有什么约炮人了吧？我需要发电机，我们要做出发电机来。发电机需要木剑、齿轮跟电缆，我们先做一个电缆出来。要往上欸，要往上继续走吗？我们材料其实不够做出什么东西来欸。我觉得继续往下走好了，我把血补一补，看有什么医疗包可以做一做，然后东西吃一吃。假币唔知咪给。冲啊！约炮人不想做我的生意。塞利安呐、啊，冲啊！80楼哦，约炮人剩下0.1滴，约炮人是刚刚约炮人失败，约炮人干 miss，不要跑约炮人。Something disturbs me. I don't remember clearly what happened before the disaster. 可是我还是需要电缆，我需要去一楼。楼上收东西，修东西啊！My little Nikki's. She had her maths exam next month. 我快死了。Back then, she was so worried, so concerned. Enough. I'm driving myself crazy. For now, I just bear my miserable cross. 我拿砖块的话，我就是 looting ruins and hiding from the mutants. And looking for a reason to keep going. 有没有可以让我上去的地方啊？我又没血嘞，还空屋嘞，这个饭店是怎样？还有空屋嘞，连个装潢都没有。我什么都不懂，我只是个铺满。杰森很懂。隔壁间啊，这间看起来不错，什么都没有。我们进展了20层楼，我觉得我想要上去了。我们上去好不好？我上去又没有什么事情做。要砖块啊！睡觉只是饿肚子而已。我现在好饿哦，睡觉只是饿肚子而已啊！啊，约炮人又是约炮人，我现在已经无所谓了，约炮人。
可是他为什么还是拿锄刀戳？他不能让我选匕首吗？啊，可以啦，我把锄刀收起来好了。不然他都好像一直用锄刀在戳人，但约炮人追着你打。匕首攻击，哎，闪避闪啊！要死了，要死了，要死了！哦，赢了，赢了，赢了！我打赢约炮人喽！但可是我快死了。哦，怎么这么难过？这个人生，人生补精力，我又剩下二十滴了。有什么可以出的？我是不是真的得上楼啦？那个空屋其实是厕所。讲话都看不到一道字，哪里啊？哦，我血量在那边，我血量遮住了。那我把这拉到右下角好了，右下角好像不需要。你们碧旅的饭店不能吃泡面，你们碧旅的饭店有没有100层楼啊？很重要哦。戳死你！这是刚刚的约炮人。有脚踏车欸，第80几楼居然有脚踏车在这里。78楼。变种怪的血，我觉得之后可以做什么啊？会不会睡觉房间就刷新了？我要回去，所以房间会刷新。加速一点，冲啊！狂奔啊！哈哈哈哈！哎、欸，哦，这是两只僵尸，吓我跳！我有密钥卡，可不可以开啊？我不是有密钥卡，密钥卡。睡觉能刷新就好了，我们要赶快刷新。今天就走20楼就好了，我们回来，上来捆。这样我们就有电缆了。我们还需要一条线，我需要再做一个电缆啊，没有胶带，做一个电缆，能不能做发电机啊？发电机需要木件，我没有木件。贵宾室能不能做厨房？我都没有木件欸，木件到底要从哪里来？可以封门，那我们先封一个门，反正可以这样做，就先做出来放。那武器的话，武器没什么好用的武器，食物也不能做，药包也不能做。好，那我们先做个铁门。哎，封起来了。好，第一天睡觉了。好像没什么用哎，只会补血而已。促成市商旅真爱馆，真爱馆是怎样？我看到一个类似手术室的房间，房间的中央放着一个奇怪的机器装置，外面照着乳白色的玻璃中罩，罩下面是人影剪影。两名男子手里拿着几张纸，站在一旁静静的交谈。我走近了一些，从肩膀方向看了一张那几张纸。纸上写的东西我并不熟悉，可以说很陌生。其中一名男子开始尖叫，并用手指装置中央的荧幕，啊啊啊啊啊啊，还会得知什么东西哦？可是我饿了，好饿了啦，也没有什么食物可以做啊，饿死了，要死呀、啊！水果沙拉，我有水果，哎、欸，我可以做水果沙拉，可不可以？我有水果啊，这不是水果吗？过期的而已啊。过期水果，你为什么要歧视过期水果？啊，回复一点，吃鸡蛋，那我直接生吃了。啊，忘了坐电梯，白白浪费了一点能力。我现在在几楼？94，我可以坐电梯下到下一层楼而已。
要不要去戳那两只？戳得赢吗？我还是做不出发电机来啊！你白嘞？哎，修好了，硬修把它修好了，可以坐到下一层楼。我刚刚又走半天，要不要来这间啊？顺停了，我切画面的时候会停一下。刚刚是因为那个啊，可以调人数吧。我们去来干这间的啦，跟他拼了，有没有补血的？来喊三妈斯密达一下。没有，我没有补血的。啊，这里有两只哎、欸！啊，马上被戳两次。啊！痛死我了！喊什么斯密达走开！喊什么斯密达？干什么还有啊？三只哦！啊！不要死！不要死！啊！干死你死了！啊！你死了！啊！我们可以选 buff 了。我们可以选一项被动技能。狂暴，感觉失败只会是你的敌人，而不会是你，感觉还不错啊。厌食症跟楼梯恐惧症，我们来点狂暴，看起来没什么伤害。即使陷入困境，你的身体也不会那么轻易的屈服。接下来的十轮，你的行动都是免费的。那意思是说我饿到零的时候，我还可以动十次吗？吃到饱，回血哦，保你一天的命，回血跟急救包，回体啦，回体跟急救包，智商越高的人越好骗。我上个厕所哈，等一下哈。所以照常理来说，我应该先往下冲，因为冲越下层的话越多那个补品啊。我选吃到饱好了啦，我选一个粮食包，我觉得粮食包比较有用。不用看你这个出差的啦，走开了，出差。我先如何制作啊，日记还在，他日记有给我，哎、欸，但是我包包都空了、欸。好，没关系，往下走可以开东西。唐三妈什么都没有，思密达。唐三妈，干连点的地方都没有，思密达。我吃手空拳，马上就有血手印了，是怎样？干好空哦，这次也太惨了吧！给我把武器啊！哦，我有棒子，我只有棒子可以用，我好可怜哦。遇到敌人了，不管了，不用什么瞄准了，直接喊他，喊死你，喊什么喊死你，喊什么干你娘，开王八嘎 ，OK 阿里哦。揍死你！这个甜椒跟哎砖块，这时候就马上拿到砖块了，好快哦！哦，生肉哎、欸、哎、欸，我拿到 meat 了，生肉哎、欸，好开心哦！啊，干斯密达又来了，斯密达 kiss， 揍你，揍你斯密达，揍你斯密达，一堆地方能藏鞋子 ，fuck you。
0.03D 是怎样啦？ 0.3D 啦，浪费我一次血量。灯笼砖块，我们有砖块，砖块可以做好多好麻吉的东西哦。我们可以做我们的工具床，不，厨房了耶！我们可以做厨房思密达嘞！哇，这是什么按钮啊？我拿到一个书未发送的信。东方联盟借此事向新欧洲发起了攻击，怪物，不然还能是什么呢？首先，他们用病毒感染人类，然后再用子弹射击，我们需要采取行动。啊，血迹斑斑又没有东西了，这次好惨哦，到处都没东西。哦，马上给我一大堆，什么都没有。哎，新讯息 ，asshole， 救！我们其中一个必须要活着离开这里。我给你藏了一点东西在91层楼。哦，这个讯息好，什么约炮讯息嘛，根本没有帮助。这个他说东西物资藏在91层楼，多有帮助、啊，多好！马上需要发电机，我拿米了。哦，又一个砖块。哦，医药箱哎，医药箱哎，好棒哦！啊，思密达来了，思密达又来了，揍死思密达！思密达，库拉塞，库拉塞，库拉塞！什么都没有，升级了，先加准度吗？先加准度好了，我还不确定我要拿什么武器，都有的做再说。这次物资有点少哎、欸，好空哦，为什么会有空屋啦？超贱的，好有怪啦，大家敲你的大头。啊啊啊！哎，薇娜啊，什么都没有，我早就习惯这个东西，什么都没有。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残酷，每次都外面什么都没有。我已经剩19体力了，我快饿死了。这时候才拿到电梯卡，好啦，吃鱼吃肉了。生鱼跟生肉，补血补一补啦！啊，干不能补100哎！干，我补掉100了，又是空屋，上苍都在搞我啊！是怎样？没有人要让我活下来就是了。啊，拿了一瓶酒，在我人生的最后关头，我可以喝这瓶酒，了结我人生。哎，钢铁人呢？是钢铁人的头像，真是时事啊！空屋，又是空屋，最好有那么多空屋，空屋思密达。Holy shit, what the fuck, 这啥回？这是你藏的东西吗？你藏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它有 40D 耶、欸、大哥。你藏这个东西合适吗？对不起，我要走了。我关门，对不起。啊，看这里也有东西啊！哦，你们都骗人救，真不愧是混蛋救，干混球救哎、欸，藏了一只怪物在里面啊，还是他就是混球救？一捆巴拉松，我就一巴掌我就要被那个混球打死啊！哎、欸，是这个吗？秘药。我决定不要理那个，这个叫什么钟楼怪人，我不要理钟楼怪人。哎呦，武器我终于有出刀了，25好像也没有很高。啊、木剑，木剑，我们有木剑的，有了木剑，我们就可以来做点，我可以做厨房了。我们要上去做厨房嘛，但是我没有其他的金属碎片，我觉得我要起码要拿到金属碎片。
那些都是约破对象，没有那么恐怖的约破对象啦，又是空屋，鸡巴，又是砖块，这次砖块太多了啦，我现在满身的砖块啊，砖块又不能打人，干约炮，炮友，啊，炮友好痛哦，炮友怎么痛？啊、哦，不行了，我撑不住了，要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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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哎、啊，炮友跑掉了。最好是跑这样不见了，我能不能跳下去啊？我想一了百了，我觉得人生好无趣、哦，烂香蕉，什么都没有。我要死命的往下冲了，不管了，我要先开我的那个 perk。为什么折断这个树会在那边太棒了？我知道了，我现在先往下冲，然后我就会开到一堆有用的技能，说是不是啊？是不是啊，炮友？我要往下冲了，炮友，走开，不要拦住我。我的台线路好稳，我原本预计我会很累格的说，好，不理你，我要往下冲。干，怎么又有一只炮友在下面？走开，炮友，走开，快走，炮友！哎呀，抽死了，抽死这个炮友了。好，赶紧下去。啊，干，怎么又有？冲不到七十楼啊！走开。走开！对不起，对不起，走开，走开，走开！啊！哈哈哈哈哈！嗯，疼什么？